来吃吃叫做人工过滤，把它捞干净。尾仔管顶只还清的，什么看袂啊？这只鱼啊，换换才会活。垃圾水草，所以金鱼真正无适合放水草的。哦，你看，你看啊，我知啊，管顶伤垃圾去了。过滤上面的过滤器太脏了，内底拢全部菌啊，拢垃圾菌。有够有活力啊！唔知心理作用无？加油！我怎么含氧量给它提高，我去拍。哎呦哎呦，有哦，有差哦，有差哦。好，先手动把它清干净。等一下就要换上面的海绵，我看这里底应该里底均拢海呀，真亮。